哎，大家好，这是 Kevin。大家老是问我这个Epson 这个 L series，这个 L 型号的这个关于这个事儿，那现在我就做一集，关于这个 L series 的这个费墨电是怎么处理。你要知道，L series 只是在亚洲和这个太平洋这些国家，比如 Australia 那个东南亚这些国家用。同样的打印机，在美国是叫不一样名字的，在美国叫 XP，这叫 ET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你碰到 L series 呢，你说这个打印机哪来的？这个打印机肯定是从这个亚洲来的。今天我就用一个 ET series，用美国这个 ET series 来代替这 L series 来给你做一下示范，好吧？什么是费墨仓？费墨仓就是你打印机一般的，它要做一些自我清理。清理呢，它自己是没有清洗液的，所以它是用这个，它是用这个墨水作为清洗液。它如果用墨水清洗液呢，它清洗完了以后呢，它要把这个清洗液放到什么地方去处理掉？它呢就，放到一个这个，一个垫子里，就像这个小孩的尿布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 Epson 说这个费墨垫满了，就是你这个尿布满了，就需要换了。这个位置呢，一般的它是放的靠在这边，因为它的，这是正面打印机正面啊，它的那个打印头是放在这个部位的，所以呢，在打印头底下呢，它要抽墨，它清洗的抽墨，抽完墨以后呢，它自然就是它放在这个位置，就比较方便。它或者是这个位置，或者是它就干脆抽完墨以后，它就直接在抽墨夹底下。所以你要在这块找不着螺丝呢，你就在这儿找，肯定是在这个地方。OK，它不会把它送得很远的。像这个打印机呢，我们在这儿找到个螺丝，那肯定是这个。就拿一个，大陆叫改锥，台湾人叫什么？台湾人叫台湾人叫什么？我也忘了。先把这个螺丝拧下来。没啥技巧，就是把它扒下来。扒下来以后，然后一般的还有一个螺丝来固定它这个墨仓这个本身。好，就看见，这就是说费墨仓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大概也就是不到半满吧。这个费墨仓呢，你可以拿水洗一下，就拿清水洗一下，然后把它晾干。晾干以后呢，你要放回去以后呢，打印机是有个计数器的，它会记着这个有的那个费墨仓里费呃费墨仓里有多少墨。所以呢，就是你清洗完了放回去，它还是认为有原来那么多墨，所以你要把它这个数据呢清零。否则的话，你还是不能用的。清零呢有两种，一种是这个用这个恢复器，恢复器呢是对于那些墨盒呢本身有一个这个芯片的。你像这个墨仓呢就没有芯片，没有芯片呢你就可以用计算机清零。好，我们先去下载一下这个软件，地址是 inkchip.cn。到这里以后，你可以 click WIC，然后你往下走。往下走，你先确认一下，就是你的型号在不在这个里面，就是说它是不是兼容。这有 L series、XP series、Workforce。好，你要找到了型号啊，那个兼容的型号以后，你可以下载英语，你也可以下载中文的。来，咱们现在下载一个中文的。我装了这个 Malwarebytes，它你也可能你装其他的，它会 block 这个 website。因为有些软件设立的就比较 sensitive，然后，这个 Inkchip.cn 是比较可以信赖的，所以我可以 continue。还有一个地方是下载以后，很可能你有防毒软件什么的，它可能会把这个软件杀了啊。咱们看一下啊，OK，你看他说这个是 not commonly downloaded。是一般的人不 download 的这个，所以呢，它可能比较危险。这个
就是用的人很少，所以它就是有些软件就是你设的可能这个保护性有点太强，所以我就是说那、存留点 keep 它。咱们下载，这个下载完了可以打开这个软件。好，我们去下载这文件夹里面找一下这个刚才下载的这个。基本上你如果是找不到或者运行不了，基本都是你的杀毒软件。你要把杀毒软件，比如说这个东西，你就杀毒软件你要设一下。好，那个然后呢，这块比如说你不能选不要执行，你选其他程序。然后呢，它 block 原因呢是它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个软件。然后呢，我们选仍要执行。然后确信以后，你看啊。咱们 run 这个，好，我估计他下载他完了以后又会被杀死，死了千百回啊！好，你看现在又多一个窗口，这个Norton 说了我刚又杀了一个东西，行，咱们现在再把 Norton 打开，然后咱们到device security 这儿。把这个 security 拉大以后到 history 到这个历史。好，你看这个说这个 WIC Inkchip 这个文件被 delete 掉了，所以呢你的 action 呢就是 restore 把它恢复，然后呢它会做一个 exclusion， 恢复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了这个。找这个中文的开始。好，这个软件咱们先说这个飞墨水计数器打开以后，然后呢在这儿你就可以选你可以兼容的打印机。你看我如果是这样子找不到的话，第一呢可能你没有用 USB， 你没有把 USB 文件插进没把 USB 的接线插上。你不能用那个无线联系的，你必须用 USB。然后呢，第二呢，可能就是你的机器不兼容。好，我们现在插进去了，看这个就找到了这个4700这个型号。我们选上了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摁一下这个读取这个计数器。你看这个已经大概20%满了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就可以把它给归零。然后现在它如果你可以读取的话你就可以放心去买一个号。好，你要不能读取这个数据呢你就不要买。俗话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嘛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墨水量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到inkchip.cn， 然后呢我们选择购买。然后 WIC 调整程序，我们就买一个号就行了，然后添加购物车，然后我们就check out。一般你会收到两个 email， 一个是 receipt 另外一个呢就是 key。一般的特别奇怪就是他那个给你 key 呢，在他给你 receipt 之前，应该特别快，就是几秒钟的事儿。如果是你没有收到呢，你赶快跟他们联系。好，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个。这个 key， 然后呢我们就 paste， 挺长的一串数，然后我们就确认它就又被 block 了。然后呢我选择永远让它可以跟那个网络联络。好已经完成了。完成以后呢，然后我重新启动这个打印机，然后这个程序就可以清零了。好，我来重新启动一下。好，咱们读一下啊，看全都是零了。好了，这就归零了，归零这部分做好了。好，清零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放回去了。但是你这个东西要很满的话我劝你把它洗干净，然后晾干以后呢再放回去。你如果想嫌这个太麻烦的呢，有个方案呢，就是说你在外面放一个瓶子，在你可以看这个墨水是从这里出来的，对吧？你呢就在这管接，从这个管子出来的。
我的网站呢也卖一些这个这个配件，就是它有一个啊，我把这个连接放在上面啊，就是我卖这个整个 kit 是大概是9块多钱，你其实唯一值钱的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小东西呢，它呢可以连接大一点的管子，可以连接小一点管子，像这个是25那个2.5mm 的管子，你看它可以连在上面，然后呢你把这个东西呢正好可以插到这个 Epson 的管子里面，然后你在外面再连一个管子以后呢，这个管子呢你放到这个瓶子里面，然后呢你这个瓶子最好有一个这个这个 Velcro， 你这样子把瓶子固定在这个桌子上，然后下回呢你清洗打印机的时候呢，这个飞沫就直接到这瓶子里了，你要看着瓶子满了你就把它倒了就行了。这个 Velcro 的作用呢，就是它把它粘在桌子上或者粘打印机上，这样子你不会说哪天你把瓶子给弄倒了。好，我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用。 OK， 哎，这是 Kevin， 感谢看我的视频啊。那个我开始做一些这个中文的视频，就是全都用中文做。我是在北京出生，在北京长到大概10几岁，然后去的广东，去广东读大学，读完大学以后到的美国。我1994年到的美国。我知道，做这个中文视频并不是很容易啊。这有好多中文视频就是讲政治，我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，但是我非常不喜欢我告诉别人我的政治观点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就是说，就是咱们保持就是讲这个打印机啊，那个希望你点个赞，然后呢，希望你多看两遍，那个这样子把我这个量给撑大了，我估计也没有几个人，没有几个中国人在折腾打印机的。可能就我认识的几个人折腾吧。那个，咱们大家折腾起来，你看一遍，老婆看一遍，小孩一人看一遍，这样子，把咱们这个点击量和这个阅读量都给撑上去啊。那个，好，那我这个我说话是不是故意加这个英文啊？是因为有些东西我用英文学的话，我就想不出来这个中文叫什么。就像这个，如果是数学的话，我必须把它翻译成中文，我才能想事儿，因为我是用中文学的数学。然后呢，有些事儿呢，就是我用英文学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很难就是想到这个中文叫什么。还有另外有些用词呢，也是。你知道大家，就是大家都讨厌北京人，北京人，讨厌他自己，不说反了，北京人讨厌全国人民，除了北京人自己，因为他们北京人觉得自己这个语言特别好。我小时候，我一个好朋友到北京来看我，他是个外地人，然后我们就管所有的，就包括，你要只要不是东城区、西城区，然后呢，这都是外地人，你连丰台都是外地人。然后呢，我就记得很清楚，我跟我朋友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见了这个卖，就台湾人可能叫雪糕吧，就是英文叫什么？你看，英文的雪糕什么叫雪糕吧？就是雪糕吧。然后那个我那个朋友就很高兴，就是说，哎 ，Kevin， 你想不想吃一个冰棒啊？然后在场的所有人就笑得倒在地上了，因为北京人管是个雪糕叫冰棍儿，棍子的棍啊，冰棍，冰棍儿。然后大家就说冰棒啊，啊，这个东西是冰棒啊。然后我当时就想，我说这个棒子，这个比棍子那可真是。哎呀，要低档多了。我们北京人是高档的棍子。